新中央王三国总统蔡体的中华科技大学强化合作，今日邀请一位北京国中小的学生诶，去参加航空创客教育研习活动。伊观摩可以示范模拟机，还有设计操作体验困难。大鹏也办个活动，培养一代学生诶，对模拟机会行开有兴趣，进一步激发出大家设计的考试还有创意。台古大都东东郡同航空创客发通做观赏过后，又出到同一条学生的小街遥控器同街面上面，停电就来实际操作模拟机。一摆参加航空创客学生的，伫平常就对一样动有兴趣，故作地好到同地发通消息就停电报名。无人机为什么会喜欢操作它？然后因为就是可以拍出很多不一样的照片，就是跟平常拿手机拍出来的感觉不一样。我以前到现在都很喜欢飞机，因为我觉得飞机飞起来非常的帅。一下模拟机的应用，除用在军事以外，在成百多项没有动到手材用得到，像高空一样，还可有农作物使用的，无就会调物品，还可有勘察天网一条。喷发通的目的，就是希望学生诶参前来了解模拟机的发展。大家希望鼓励后生的来感染航空产业。好，我们台山县附近的一些这个学校，好让我们的这个在地的好这个同学，好那以后呢，好那也可以就是留在在地发展，来做相关无人机的一些这个应用，哦，可以以它当做它的一个这个生涯的一个发展。在玩无人机或看无人机的过程中，有什么样的一个发想，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启示，在这条路上呢，能够去学习。甚至未来呢，走向航空产业，其实是非常好的。中华科技大学讲，为了推广模拟机航空创客教育，完善对经验知识、对投研师韩国有苗理念，同台中市一条台山县经过的高中职以下学校，陪伴观摩示范场次，希望学生的坚持兼培养兴趣。下个新闻网友新竹报道。